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这个获得一个大奖啊，什么样的心情？非常开心，然后也很想要借此机会呢，感谢自己的歌迷朋友，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绝对没有今天的我。那平时我知道你很多时候会尝试一些假发造型，对不对？那你个人可能更加想挑战一下什么样的造型呢？我没有挑战过的吗？我可以说是一朵云吗？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就是比较复古的 old school 的那种，感觉像那个头上有像一朵云的那个造型，其实我自己还挺感兴趣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勇气尝试。其实我知道很多一些国外艺人，包括您，都是会挑战很多假发造型，对不对？那你对于这个假发的时尚这一个新的潮流是怎么看待的呢？其实之前我很少使用假发的造型，那可能在近几年在我的演唱会上面比较愿意去尝试，因为都知道演唱会的这个场妆的时间是非常紧张的，那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让大家觉得很惊艳的一个造型，往往可能就会用到假发，所以也越来越多的会关注到这一方面的一些讯息。那包括来今天来参加 Rebecca 的这个活动，也是希望可以看到2014年的这个新的一个趋势。那 Rebecca 是倡导顶上时尚的先锋，那么对于释放真我这个概念，你是怎么样理解的？我觉得敢于秀出自己，敢于展示不同的自己，就是一种真我的表现吧。那对于今天我们的 Rebecca 的2014的时尚趋势发布，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非常的期待，因为今天除了是这个很期待可以看到这个新的2014的这个Rebecca 的这个趋势以外呢，那今天等一下压轴要走红毯的那个我的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也是我合作最多的造型师韩大军。那今天以往都是他来捧我的场来看我的演唱会，今天换我来看他的秀，非常希望今天的秀可以成功，加油。好，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来拍照环节，谢谢。王子，我来一首不枉我。上点上点，好，天气比较冷，让琛琛休息好吗？琛琛，请到场内休息，谢谢。快下来！
好了，准备下次多穿点。哇靠，不至于吧？兵哥，兵哥，兵哥。